布达佩斯唐人街精品超市，财富优品。我们这边就是主要是集合了这个欧洲的比较优良的产品，匈牙利的贵腐酒啊、红酒啊、药酒啊，一些德国的保养品、营养品、保健品、厨具、奶粉啊。走进这家店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亮堂、大气，而且每种商品都有自己详细的说明，可以说是精品超市的典范。还有这个是大家熟知的 Milka 巧克力。匈牙利的纯手工巧克力，花瓣型的 Choco Me 巧克力是我个人的最爱。世人都知法国鹅肝，殊不知80%的法国鹅肝实际上都是匈牙利进口的。最有名的贵腐酒，对呀、啊，有3筐5筐，都有，红葡萄酒。这些是陶盖贵腐酒，6筐都有。这些属于药妆、药茶，匈牙利知名品牌盈利师，面霜啊、眼霜、精华液、爽肤水，有300多年历史的化妆品系列，纯手工皂。免洗面膜，还有它著名的啤酒花、洗发精和薰衣草浴液、洋甘菊浴液。那么，除了已经介绍过的食品、保健品、酒之外，他们家还有很多非常适合自己用或者送朋友的礼品，比如匈牙利海蓝德瓷器、奥地利 Swarovski 水晶、德国双立人刀具、锅具以及腊梅钢笔等等。那么，喜欢这家店的朋友就请关注他们的微信吧。